日前，佟丽娅、岳云鹏现身某影棚，拍摄一段难度超高的吻戏。佟丽娅作为主动的一方，吊威亚上阵，抓起岳云鹏就亲，而岳云鹏则是一副憨憨的状态，坐在原地不动。拍完之后，丫丫用手背狂擦嘴，而小岳岳则是不知紧张还是尴尬，一脸面无表情地坐在旁边。有网友看到花絮后表示，心情复杂呀，连小岳岳都有吻戏拍了，对象还是女神丫丫。有网友觉得佟丽娅拍完吻戏擦嘴举动不太妥当，对此有媒体向丫丫询问此事，丫丫回应道，那场戏其实不是吻戏，而是一场生离死别的戏，不明白观众为什么会拿来调侃，所以因为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去影院关注一下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